今天我们有一个早餐外卖，然后正好我们去准备一下，走吧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春卷是什么馅的？这个是蔬菜春卷，蔬菜的。对，平时我们还有鸡肉的、芝士的。早餐嘛，吃蔬菜的可能清淡一点，我是这样想。那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炸蘑菇，就是杏鲍菇和白雪菇，然后上浆，然后用上我们家的秘制调料。现在都准备好啦，我们正好准备去送餐了。就是给人家说的是11:30送到，现在是11:00，20多分钟的车程刚好能到。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包含配送的，但是这个是个老顾客，今天时间比较早，我也比较有时间，所以我是准备亲自去给送。就是不管是量大还是量小，我们都有用心的对待每一份订单。我们去送餐啦，走吧。